视野上路要抓一波了呀！哎呦，这波剑姬挺危险的。对，感觉交闪也难走，因为对方是跟闪的，可以。球，那这波是必死了。想换？哎，这两个人，两个闪换一个一血啊！而且这样也是弥补了奥恩在对线期的一些劣势。额头过来，二连起来，但是敲晕，也就这样了。也就这样，有没有机会？哎，后面是跟着男枪的，没有意识到的，两边人都在。到底是谁帮谁？这样可能要秒掉了。不过这个网龙枪没有捅到，还是先杀掉了这里中单的 Vicky。而且这两个人感觉有点难跑啊。一队已经包过来了，这两兄弟怎么办？但一队面对一个男枪，其实没有更多的作战空间，先杀一个就可以了。这个滚球的滚球，哎，我卡莎在这里，你在，他在，又是恶意。引起两个人，这里羊还来了，这一波 TP 很关键，莉莉亚过来的减速没有给到，很团队，这女坦没有闪，看一下能不能再留一下。深寒惩戒，哎，又是二连，哎，这乐意这么猛的吗？猛啊！也是，现在拿到三个人头，对的，又顶起来了，看一下能不能杀。卡莎这边 E 走了，但是又被晕眩到，没大，走下路抢月，那男枪就在后面，都是人，海特闪过来顶起来，顶起两个人，给他发了一个大招，直接杀掉。女坦想再操作，但是公子哥自己也捐掉。漂亮，这波女坦在死之前把自己的技能全部交给了 EZ，EZ 这里被秒掉，反身能量倾泻有没有？可惜了，上路这边 battle 起来了，塔下这个位置剑姬应该不太敢砍了，牙还牙。但是还得再来一个人，没有指到闪现 Q 先杀老牛，闪老牛怎么说闪小闪出来闪现跟啥一样补钩，哎，老牛这波没R的，哎，这边有个针眼葵在这边蹲伏放个烟雾弹，但这里还可以还可以，对，哎，女坦再顶起来，但是反正这个太阳这个在撩闪还可以，哎，这波双方真的是有来有回，又用秒表躲了一个发条的大，感觉这波女坦打的还不错，还可以，但是辛德拉来了，弱者推散没推到，哎呀，这里没有弱者，很难受。都是强者，球放在这个位置。哎，这希德拉过来一套技能打完，其实没有太多威胁。牛头又来了，完了呀 ，Yuki 这里直接被秒了。又是乐意，乐意这边还开了大招，但是凯亚过来想收割，有机会吗？交闪现下去龙坑，他上一次交闪现是从这个龙坑上来的。这个龙坑仿佛是他的电梯。是的，这波要卡莎帅完了就跑，再点个赞。哎，要送要送，哎呀，看一下刚才这一波。日女这波被开了，但是他反身一个太阳耀斑是直接把对方人定住了，而且秒表骗掉了发条大招还可以。是，但这个时候比较尴，Yuki就比较尴尬了。对，这个全都是残血，不知道该杀谁。对，他也没有推到人。是的，然后自己在这里疯狂走位，就直接裸放了一个大招。五个球的大吧，还可以。然后无名这边因为有盾，然后也没死掉。主要是乐意来了这个位置，你也是没猜到啊。对，又是这个老牛，卡莎真的很生气了，他觉得。哥我也生气。毕竟老蓝天下路可能现在还是小油条。哎呦，直接过来撞，但是这一指没有指到。哎，这里是不打先锋了吗？直接过来羊来羊去，加一个大招，完了。Yuki 直接被秒掉，而且这边的先锋也成功拿了下来。今天说普攻附带一些魔法伤害，下一路继续 battle。但莉莉亚参与了战斗，直接大到是的，但剑姬 W 挡了一个羊，先交出闪现。这一波说实话，奥恩这里想少了呀。又来了，这里是老干爹众人。哎呦，这里闪现过去，再加一个大招 W 顶掉，但还是被晕了。剑姬拿下了这个人头，其他几个人选。只是尝试了一波，想把人骗过来。哎呀，发大招没发到！哇 ，EZ 这个位置威闪现过来，有治疗，交闪现，牛头在外面顶住。嗯，女坦这边有 R， 先给一个太阳耀斑，配合卡莎这边进去，直接把对方拿下来了。能走几个呢？还是选择了回头硬打？女坦已经倒地了。这里奥恩一头撞死两个人，发条闪现上墙，一丝血发条成功逃生 ，EZ 在上面疯狂虚区。闪现下来硬打奥恩成了，哇，奥恩大概顶了有20秒，一个人在大龙峰下，是的，然后继续这边踢过来的是一个发条，快跑过墙跑掉了，哎，但是他是反向逃跑，这发条知道你反向逃跑，一直在追啊，看一下这里没有正面男枪要出现了，还有蓝 buff 可以，男枪有 E 发条也有加速，好吧，他在大龙坑里面顶三个人的伤害顶了半天，女坦这个大招放得很好，大了四个人。
但是进去接站的卡莎这个位置很尴尬，卡莎后面打不了伤害了。他后来想了很久才从那个巴尔维跳过来，结果他跳过来其他人又闪上去。哦，你看就这里左晃右晃左晃，他还没死。嗯，然后杀了人还能回复，你的这波巨肥。哎，这边看到了一个野生的奥恩，没有打起来，直接大招拉回来。哎呦，这下撞两个很危险。这个把自己送进去了，只剩下两个人。卡莎一边在走位，但是又被刮死，外旋刮，又一个鱼弹，无敌了，没了。他现在其实正面团战是有点伤害的，但是你要跟这个 EZ 比，还是差太远了。这 EZ 容错率高。这里顶了半天，等莉莉亚过来 W， 但是又被大到剑姬 W 打。没，这下剑姬没 W 了。哎呀！哎呦！挡一下 W， 这一波是一头顶飞了卡莎，卡莎是用闪用大招进场的，被粘住了呀。过来想硬换，哎呀，但是被无名直接打，直接杀掉了。大龙直接拿下来，老蓝天没脾气，转战小龙。不过眼上蹲，哎呀，这里终于差一个针眼看出来了，牛头又是你，闪现 Q 起来 ，W， 哎呦，把卡莎怼走，这样的话卡莎没有大招进场切 EZ 了。牛头这里还是比较能扛的，这里日女开启了神鬼石板甲。但是正面的团战已经是几乎没有后手了。哇，卡莎直接被秒，在没有卡莎的情况下。而且这里怎么说，张闪现上来，奥恩，哇，闪现的追击，外圈的 Q 直接刮死一在这里一上来，给奇迹了。只能看奇迹团了，而且大招想开，但是后面怎么办？完了呀，直接反手是自己被杀掉了。这边继续追击，男枪也命不久矣。哎，到了个点燃，伊德的 Q 没有刮到，但伊德的大招刮到了，现在只剩下卡莎一人，还有在后面断后的剑姬。在断后的剑姬是切死了发条。但是他断后没有意义啊，因为正面的超级兵已经到了。是的。R W， 众人在推，众人拾柴，火焰高，火焰高，这把召唤之水就烧死了，烧死了。风香岩溪吹死了这里下路的 AD， 嗯，只剩下一个孤单的剑姬。剑姬玩的确实不错，但是太苍白了，因为整体英雄联盟现在就是这样，你需要依靠团队去获得最后的胜利。我们恭喜，没关系，已经可以恭喜了，已经可以恭喜了，恭喜 RW。